美国为何会惧怕没有隐身功能的图160？而且它不隐身不是早就淘汰了吗？还会怕它？只能说 M 国是真的惧怕，因为根本防不住。这时候有朋友估计就会说了，图160都没隐身性能，一发导弹直接就打飞了，还能防不住？其实啊，因为 M 国 B-2 隐身轰炸机的名头太响了，很多人产生了轰炸机不隐身就是落后的错误观念，但其实并非如此。其实轰炸机可以分为两个领域，一个是隐身，一个是超音速，它们都是为了缩短敌人的反应时间和反应距离。隐身缩短的是雷达探测距离，而超音速缩短的是反应的时间，它们都可以实现尽可能接近目标的目的。那么有人要说了，那隐身轰炸机可以降低雷达反射面积，是不是也更加安全呢？也不尽然，毕竟超音速的战略轰炸机和隐身轰炸机都基本不用进入敌人的防空。而且现在熊国就算是没有多少航空母舰，但依靠图160在3000到5000公里的大洋深处依旧拥有对 M 国航母舰队区域拒止能力，这一点 M 国是完全没有办法。并且图160携带远程巡航导弹时，可以在非常安全的防区外对目标发起精准的打击， M 国的战斗机和防空导弹根本无法做出有效拦截。再加上图160本身的航程，这个棘手的装备对目前的美军来说还是无解般存在。不过美国应该感到幸运的是，目前熊国的图160战略轰炸机数量并不多，如果像图22那样达到了几十架，那就更加棘手了。范围巡航导弹的射程就高达2500公里以上，战斗机就算是拍马加鞭也飞不到这个距离。